用开水烫一半面。另一半用凉水和面，变成絮状后，两个面揉在一起。醒面十分钟。肉切成块，放到绞肉机。肉里面放下生姜末，调和面，用热油一扑。肉里面放些调料，酱油、生抽，水是一个方向角，给里面再放些盐，韭菜切好放到肉里面，飞菜，对，锅里面刷油，打不开。这剂子表面发黄就好，给里面加碱肥水，加到碱肥均匀就好。盖上锅盖，水温的，磨就好。这是烧硬菜。可不盖上硬菜。保护性儿。你看这锅大呀，这气小的很，歪的很，这都熟的。你可以先吃。
记得这个锅磨水少好，正儿磨火，正儿火拧。这次是水果。嗯。到了。磨火。姜，嗯，呵呵呵，那小伙儿真行，好吃。一吸那个肉不含那个味儿，嗯。你把辣酱给它再放一点，叫个爽。对，把辣酱放上呗。啊。哎呀，不用吸，你一尿对了个。哇，挺好吃，好吃的。这些你能吃完？嗯。还有些姐都做着呢。啊。我福宝最近你还没爱吃。嗯。你爱吃韭菜芝麻菜，嗯。没法吃接受的。香嘞。哎，这个是哪一个？哪两个？上，拿去。我一口一半儿，哦，肉肉嘛，韭菜，你最喜欢的韭菜嘛，肉肉嘛，干杯，干杯，然后你就要吃一口，对，干杯，吃一口，哎，没有，我老五口再来点大嘴，嗯，好香呀，嗯，嗯，哎呀，肉掉了，来，美琼，美琼。他就没想把肉留一吃，他也没法吃了。